我们还在期待着最后一位非常佳品牌代言人，我们的杨幂，我们的幂姐，杨幂，我们的幂姐。Hello，Hello， 欢迎欢迎，穿的够暖了啊、哦，来，好，来中间请，中间请，欢迎杨幂，欢迎幂姐，我们的最佳品牌代言人，来先大家 say 个 hi 好不好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幂 ，hi。欢迎幂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那接下来的时刻，我们有请姚总和我们的幂姐一起落座，来一起观赏这次 FILA 高级运动绒发布大秀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。那我领你走一圈，好吧？好，有请两位，有请两位落座。他基本上的整个好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，相信大家此刻已经把期待值更加拉满了。我们FILA品牌代言人杨幂幂姐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，那姚总将和她一起落座，来期待我们这次FILA高级运动羽绒的发布大秀。那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做好准备，继续点赞，继续来观看直播，继续来。刚才姚总的介绍，我们知道这次的所有的新品，比如说我们的五方联名羽绒服，它是连续了八年来助力我们的国家队来征战冬奥会，非常的荣耀。我们说我们的运动健儿不断的挑战自我，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勇夺金牌，我们的 FILA 和我们的运动健儿可以说是一起来成长。我们的 FILA 也不断的挑战着自己，不断的注入全新的科技。那车，哎呀！迎接我幂姐上车，来，杨幂，我们的幂姐 ，Hello，Hello， 欢迎欢迎，穿的够暖了啊、哦，来，好，来中间请，中间请，欢迎杨幂，欢迎幂姐，我们的最佳品牌代言人，来先大家 say 个 hi 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杨幂 ，Hi。欢迎幂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那接下来的时刻，我们有请姚总和我们的幂姐一起落座，来一起观赏这次 FILA 高级运动绒发布大秀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。那我领你走一圈，好吧？好，有请两位，有请两位落座。他基本上的整个好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，相信大家此刻已经把期待值更加拉满了。我们FILA品牌代言人杨幂幂姐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，那姚总将和她一起落座，来期待我们这次FILA高级运动羽绒的发布大秀。来，把路上你让，我你上，我你上。